晚安，欢迎继续锁定十点不一样，我是秦林谦，赶快带您来关注奥运最新赛况。郭姓纯力拼奥运金牌卫冕战，现场特派交给记者蓝于明。好，谢谢主播为您锁定巴黎奥运赛事的最新消息，来关心到女子举重59公斤级赛事，我国举重女神郭姓纯呢，现在是来到了战场了。在这个第一举抓举的部分呢，是挑战103公斤，顺利的举起来。那随后呢，她的劲敌呢罗诗芳呢，在第二举的时候把这个重量来到了105公斤，也是轻轻松松。那现在目前最新消息，郭姓纯在稍早十秒之前呢，她是举了这个105公斤这个重量，不过可惜呢是最后没有第二举没有成功，所以还有第三举的抓举。目前呢是在抓举部分103比105暂时落后给劲敌罗诗芳2公斤，所以现阶段呢，在这个第三举的这个部分呢，可能会再次来挑战105这个成绩。那现阶段105这个成绩呢，罗诗芳已经在第二举的时候完成了，所以很有可能会在第三举的时候再把这个重量可能会推到107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现阶段呢，目前在104、105这个公斤数呢，有三位选手是有成功的举了起来。所以现在郭姓纯呢是处在这个前段班，不过呢还有很多劲敌在旁边围绕。那现阶段呢是到在抓举的部分，接下来还有第二阶段的挺举，所以目前呢整体来说呢状况还算 OK， 所以我们持续的为郭姓纯加油，希望他能够继续的打出好表现。好，再来关注的是罗嘉玲，她出战女子57公斤级的16强赛，对上黎巴嫩选手，可惜8强止步。跆拳道国手也是大家的国民女友罗嘉玲，在57公斤级16强战中对战2018年雅加达亚运铜牌黎巴嫩好手奥恩。原本以为去年世锦赛就交手过，能够复制贴上抢下8强门票，但因为负伤上场止步16强，赛后甚至一跛一跛的走离开。这是罗嘉玲暌违8个月的首场国际大赛，双方交手，首回合前1分钟双方都没得分，最后30秒罗嘉玲尝试后脚的2波攻击，但都没能成功，随后对方倒地出界犯规，但他们的教练提出申诉，脚有踢到罗嘉玲的头部。这回合最后时刻，刘聪达教练也提出挑战，第一回合2比4让出，进入第二回合，罗嘉玲尝试上端攻击没得手，反而被对手击中上端，0比3落后，随后追回2分，最后还是无力逆转，以2比3连失2局，最终积分0比2败阵。压力一定是有的嘛，那就是也希望就可以带着所有跆拳道就是大家的一起的力量，然后去征战巴黎奥运，然后就是也是希望大家还是可以为我们加油。罗嘉玲赛前就说，上回冬奥比较放松，这次压力增加，再次站上五环殿堂，希望自己的情绪能少点焦虑。但超过半年重新站回比赛场上，对罗嘉玲来说其实有好有坏。以不好的方面来讲，就是你可能这半年都没有参加比赛，那你可能少了一点对战，实际对战的状况。其实好处的话，也就真的是如您所说的，就是怕就是不会让对手去做到轻手。从哭不停到二度站上奥运舞台，23岁的罗嘉玲是巴黎奥运台湾唯一的跆拳道代表。尽管止步16强，能否有败不复活，只能期望对手奥恩挺进金牌战，我们才有重返机会。TVBS 采访团队在法国巴黎的采访报道。而另外，林育婷要专心的拼金牌，却还得应付性别风波，让昔日的陪练员很不舍。透露林育婷为了能站上颁奖台，不只都是跟男生一起练习，而且卧推都是从60公斤开始往上加，相当辛苦。稚嫩模样，开心自拍，这是林育婷跟2016年的陪练员许浩翔。当初的小女孩花了15年时间变台湾拳后，走上五环决赛殿堂，但却陷入性别风波，让身边好友很不舍。觉得蛮不舍的，因为一个运动员花一个这么多的时间，然后就被怎么说呢？就被这样子抹黑，蛮多都好像是硬盯的，有时候可能冒冷汗啊，或脸色有一些惨白的时候。生理期还是坚持训练，满满不舍，也发文力挺，说林育婷训练对象都是我们这几个臭男生，那时体重只有54到57公斤左右。去年因为性别被取消铜牌，外表像男生就是男生吗？根本没有所谓的跨性别，而且在长期高强度高压下，林育婷的体脂可能比很多男生都很低，甚至为了减重很拼。可能一点菜啊什么的，可是他那个菜还要再过水，卧推来说可能他都是跟着60起跳了，对，然后就会慢慢一直往上加。
严格要求，只为了打出更好成绩。就连赛场内的巴黎全集迷也力挺，说很开心林育婷赢了。她是一名奥运选手，跟其他人一样，更说这一周一定很孤独，心理调试也非常重要。秀出凯旋门前跟玉婷的合照，说一定要凯旋归国。他是心理咨商师陈泰婷，从国高中就开始陪伴玉婷，现在这个关键期也在巴黎。身为一个优秀运动员，他现在的压力应该是爆表，对。然后我觉得他在这个方面，其实我觉得已经做得非常非常不错了。距离金牌梦只剩最后一步，心理调试很重要，得稳住才能拿下这生涯首面的奥运金牌。TV新闻亮南家庭林立台北总报道。好，焦点人物我们就带您来关注林育婷，还有呢另外一位就是深陷性别争议的阿尔及利亚拳击手克利夫，在四强赛呢他击败了泰国选手，同样晋级金牌战。阿尔及利亚移民都到场力挺，远在北非的乡亲也为他抱不平。不过这起争议让国际拳总跟国际奥会的不和浮出台面，国际奥会就批评国际拳总常年腐败，因此将他们除名，而这也让克利夫跟林育婷意外成为风暴的受害者。守在电视机前，阿尔及利亚这群亲友团爆出欢呼尖叫声，他们都是在帮深陷性别争议的女子拳击手克利夫加油。Bravo, Iman Wasli, ma tchoufich el tawassul ijtimaei, ma tsemaei la min baeid min qarib, Iman, diri fi balek el dhahab, rah andek, drouk el barqiya taak hadi li raha jaya taak。家人信心喊话力挺到底，克利夫不为性别争议延烧，在四强战中击败泰国好手，确定晋级金牌战。法国当地大批阿尔及利亚移民全都集气为克利夫加油，也很心疼他因为性别争议遭到网络霸凌。Iman Khalif qui s'est fait lâcher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par Donald Trump, Elon Musk et encore plus Giorgia Meloni aussi, c'est pas normal. Franchement, c'est pas sportif déjà. C'est pas quelque chose de sportif ce qu'ils ont fait. One, two, three, vive l'Algérie！不过，性别风波越是燃烧，反而激起阿尔及利亚人大团结。Controversy surrounding the Algerian boxer appears to have done nothing to dampen the enthusiasm of the crowds who turned out once again.To cheer her on. On the contrary, as the row over her gender has grown, so too apparently has her support, as it has for Lin Yutin, the Taiwanese boxer who was also banned from the World Championships.By the International Boxing Association. CN 记者报道中指出，阿尔及利亚以及台湾都是力挺自家选手，而国际媒体也逐渐将矛头都指向闹出这起风波的国际拳击总会。It demonstrated the chromosomes that we refer to within the technical competition rules that make both boxers ineligible.国际拳总不断跳针，指出克利夫和林育婷资格不符，却拿不出证据。Banned by the IOC after years of governance problems, the International Boxing Association weighed in on Monday with a chaotic and rambling presser. CN 直批这场记者会缺乏事实又混乱无比。最令人诟病的是，国际拳总主席克列姆列夫言辞之间相当侮辱克利夫和林育婷。We have tests where the genetic tests show they are male.We didn't check what's between their legs. That's for medical experts. If anyone doubts it, whether or not they were born that way, that's what medical experts are for. 国际拳总这番言论是让奥委会忍无可忍。We have two boxers who are born as women, who have been raised as women, who have a passport as a woman, and who have competed for many years as woman.奥委会力挺克利夫和林育婷，强调两人的比赛身份在2023年以前都没有问题，也指出国际拳总的检测并不公正，而国际拳总的主席则是不断发文批评奥委会主席巴赫。Позор Томасу Баху! Ему будем четко выставлять.Женский бокс – это женский бокс, мужской бокс – это мужской. 国际拳总的主席克列姆列夫就是被指出和俄罗斯关系友好的寡头。这一次的性别风波，外界也认为是有政治意图。It clearly demonstrates that the sport of boxing
needs a new federation to run boxing. 奥委会硬起来，指出拳击运动应该换人来管，否则2028洛杉矶奥运可能没有拳击项目，选手变成最无辜的一群。قد نشأت في بيئة فقيرة اللي كنت في أحياء فقيرة لم يكن لدي ولا ماء ولا كهرباء ولا حتى غاز ولكن كان لدي أحلام كبيرة.克利夫从小家境贫困，为了练拳击早就被霸凌过，没有想到如今到了奥运殿堂却遭受的是国际级霸凌。هذا الشيء اللي قلت لك صراع سياسي وصراع بين ا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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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بين ال الغرير راحت له ضحية طفلة فقيرة مسكينة راكم شفتوا تصويرها كامل。身处风暴中心，克利夫还得继续打比赛，也说面对争议最好的方式就是他。获得最终胜利。God willing, this crisis will culminate in a gold medal, and that would be the best response. TVBS 新闻综合报道。好，再来看巴黎奥运的运动攀登项目女子速度赛，由波兰蜘蛛女米洛斯罗那么以6.1秒的成绩夺金。而这位蜘蛛女呢，其实早在呢预赛就两度的打破世界纪录，拿下银牌的大陆选手呢表现也很优越，决赛只落后0.08秒。手脚攀爬飞快有力，她就是波兰攀登天后女版蜘蛛人米罗斯洛。平时光练习就快得吓人，不过这次巴黎奥运她又突破极限，预赛时就已经两度打破世界纪录，第一次爬出6.21秒成绩，第二次6.06秒。虽然决赛没能再打破新纪录，但还是以6.1秒夺下速度赛金牌。To be honest, I never have thought about the time or something. I was like the one thing in my mind, what means like just run, whatever happens.运动攀登上届东京奥运才首度列入赛事，不过当时将速度赛、难度赛和报时赛合并为全能项目。米罗斯洛尽管当时就曾打破世界纪录，但总分只排第四名，直到这次独立赛事才一举夺金。今年30岁的米罗斯洛不止在波兰人气超高，也俨然成了这项运动的最佳推广人。Często pytacie mnie, czy wspinanie jest dla każdego. Ja uważam, że tak i to niezależnie od tego, czy macie 6 czy 46 lat. A czy żeby zacząć się wspinać, musicie mieć silne ręce? Nie musicie, bo przy wspinaniu pracuje całe ciało. I jeżeli jesteście w stanie wejść na drabinę, to jesteście w stanie zacząć się wspinać.他曾表示，攀登其实无关年龄身高，因为运动过程要动用身体各个部位，是一种很好的全身力量训练。另外，在挑战不同攀登路线时，也能增进灵活性，促进心肺健康，对专注力和克服恐惧上都有很好的效果。而这次与波兰蜘蛛女速度非常接近的是来自大陆的好手邓丽娟，她在决赛中爬出个人最佳的6.18秒成绩，摘下银牌。随着奥运带动热潮，大陆的攀岩业者也感觉报名课程的人正在增加。6岁到12岁是比较集中的龄段，孩子们上课比较多的时间就是周中的下午这个时间，然后还有就是周末，然后这两个时间我们有时候会出现供不应求这样的情况。大陆曾统计，截至去年12月，商业攀岩馆数量已经高达636家，和2022年相比大幅增加了31%，数量甚至已经超过美国。业者开始苦恼教练人数不够的问题。我现在整个来讲会有15名教练，但是我计划到我整个馆全面开起来的话，还会增加将近3000平的这样的一个岩壁面积，至少还要再招1倍的人。根据统计，运动攀登过去20年内在150个国家增加到了高达2500万名运动员。浙江杭州甚至有野外攀岩场提供4条不同难度路线供民众挑战。比赛之前，所有运动员特别难度线路，他可以集体去观察线路。观察线路呢，当然每位运动员都可以交流的，他可以想，哎，我们这个难题怎么过，我们来讨论一下。至于这次奥运攀登项目将速度赛单独区分出来后，全能赛将采用报时赛和难度赛总分相加，也相当有看头。Discipline is bouldering, which is a little more complicated,
It's multiple boulders. Athletes compete on them within a time frame, as many attempts as they want. 报时赛选手将挑战四条不同路线，在时间内完成，而难度赛事在路线最后的40次移动中计分。虽然相关的赛事才第二次出现在奥运会中，但观众席满满6000人观赛，也能看出攀登运动的受欢迎程度。别新闻综合报道。而巴黎奥运首次把霹雳舞呢纳入了正式比赛的项目，我国好手孙正即将出赛，而这次赛事的幕后推手也是来自台湾的陈柏君，希望让国际更加重视这项运动。当然台湾也积极的培训，像是台师大今年也收取了全台第一位以霹雳舞甄审方式入学的体保生。随着音乐一连秀出好几招拿手地板动作，年仅18岁的许富雅霹雳舞国手选拔赛拿下青女组金牌、成人女子组银牌，让她成功取得2026年名古屋亚运培训选手的门票。我一开始学 hip hop， 然后我在 hip hop 那行下课之后，偶然看到 breaking 这个课程，然后就看到教室里面的那些学生跟老师就是做一些撑的动作，然后在地板上滚，然后就觉得我跟我那时候看到的体操很像，然后就是有那些地板动作，然后就觉得很帅。他可能需要音乐性，可能需要原创，可能需要身体强度，有很多东西。就是你今天就算完成一场比赛，但其实到了隔天，你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要加强的地方。所以其实就一直是属于一个我永远还不够的那种感觉，所以就一直想要练下去。埋头苦练，跳出自我风格，更写下新纪录，顺利进入台师大体育与运动科学系，成为全台第一位以霹雳舞甄审入学的体保生，更显见霹雳舞逐渐受到认同。加强部分可能就是招式的部分，就是基础的部分没有打得那么扎实，然后现在就是回去打基础这样。希望下一届亚运可以代表中华台北出赛这样。2022杭州亚运还有2024的巴黎奥运都把霹雳舞这项纳入了正式比赛项目，就连2026的名古屋亚运也已经确定纳入，也让台湾民众开始重视到霹雳舞这项运动。大众对于霹雳舞的认识其实是越来越多了，包含越来越多新闻在报道。比较希望的是说，能够让大家怎么样的情况下，能让大家再踏出那一步，去真的去接触这件事情。例如说，可能也许，向下扎根在国小或者是国中。上次亚运的话，比较多看到的是自己跟夺牌的那些选手的差异性啊。我本来就是一位霹雳舞者老师，所以就是让自己走过这一段之后，看到更多东西，带给自己，也以及带给未来台湾的新生代。练舞至少15年，更跳上杭州亚运舞台。刘承德虽然在16强遭淘汰，但吸取国际大赛经验，要传授给更多学生。从街头跳到亚运、奥运，霹雳舞抛开过去负面标签，现在更从国小就开始培训，把完整的霹雳舞的基础打完，他要3年的时间。那如果慢的话，可能要到5年。那他把基础打完之后，他还要有一些想法的变化，那可能出国看一下其他国家的，那再去内化之后，那可能要再隔2-3年再做消化。其实就是 body mind soul 这三个是主要的评分项目，并没有一个说你做到什么动作可以拿几分。对，但是就会变成是这个评审他自己的内容。霹雳舞项目第一次登上五环殿堂，在巴黎奥运登场，我国好手孙正取得资格参赛，就连这一次的赛事主席也是来自台湾的陈柏君。有一些这些年长的选手，其实他们发明了很多动作，甚至说你会看到很多动作其实就他们的招牌的招式，对，难度也非常的高。那相差可能20岁的年龄代表什么？代表说这些年轻选手可能曾经一度非常崇拜这些稍微年迈的选手，那也曾经可能稍微学习他们的动作，再将这些动作发挥自己的创意变化，可能也让难度更提高，而变成他自己的动作。这就是霹雳舞好玩的地方。7年前就开始筹备，从制定规则、遴选裁判等，都靠着多年经验累积，把街头文化带向国际，更要让大家看到台湾霹雳舞的实力。台北新闻王华玲、连志洲、台北报道。
好，国际最新消息来关注的是日本宫崎7.1强震，晚间所有的海啸警报是全部解除了，目前受伤人数呢是来到12人，有两栋房屋倒塌，由于可能出现更大的地震，当局要求慈城到冲绳的都府县呢一周内要做好地震应急避难准备，三峡核电厂也严密的监控，中部电力公司重新启用22公尺高的防坡堤，交通方面呢是 JR 东海铁路连接爱知跟长野的特快车周五开始将会停驶一周，这是来自日本的最新消息。国际焦点再来关注乌克兰史无前例的出动3个营级正规军兵力，大约1000人跨境攻击俄罗斯的库斯科州，这么边境的俄军是措手不及，不少人遭到俘虏。那么为什么乌克兰这个时候要跨境攻击？专家分析认为，乌军想控制天然气出口枢纽，掐断欧洲对俄罗斯的依赖，而占领俄国本土也可能是要争取更多的谈判筹码。天都还没有亮就被爆炸巨响吓醒，抬头看空中都是飞弹的火光，天亮之后才知道小镇已经面目全非。路上都是残破的碎片，俄罗斯边境的库斯科州居民没有危机意识，还在街上闲晃，浑然不知乌军已经打到家门口，也有人先逃再说。好几栋民宅已经毁于战火，居民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也跟乌克兰人一样要逃难。乌克兰вторглась в Россию через наш город. В 3:11 начался обстрел.Мы в чем мать родила? Сначала прыгнули в машину. Возвращаться туда – это страх, это бред полный, блядь. Где наша армия хваленая? Где, блядь, не...这次突袭让俄军措手不及，无人机空拍也可以看到边境小镇已经陷入火海，事发都已经2天了，乌军似乎还在俄国本土内作战。不过讯息相当混乱，乌军可能动员了3个营级战斗群的兵力，出动坦克、装甲车甚至重型火炮入侵俄国本土，前所未见。But there may be as many as 1,000 Ukrainian troops that have had some...I've been doing some work in this area right along the border. 华府智库战争研究院就分析，乌军兵分多路攻入俄国的库斯科州部分控制名为苏甲的小镇以及附近的道路，推进大概5到10公里。虽然过去曾经有效忠乌克兰的民兵自由俄罗斯军团潜入敌后破坏，但是乌军正规军入侵这还是第一次。Total silence from Ukraine on the record about whether their troops are genuinely behind it. In the past, we've seen Russian citizens.Volunteering to fight for Ukraine, making those short incursions into Russian territory. But this, if you believe the Russian narrative, is potentially the Ukrainian regular military strike. 虽然乌克兰官方也没有承认，但是俄罗斯公布这段柳叶刀无人机摧毁一辆美制的布莱德雷战车的画面，就是在指控乌军用西方的武器来入侵。Obviously, we've seen the reporting. Obviously, so we're going to reach out to Ukrainian military to learn more about their objectives. 美国白宫赶紧撇清说事前并不知情。乌克兰现在也学俄军先前闪电入侵哈尔科夫，以牙还牙，攻其不备，确实踩到俄国总统普京的痛脚。События в Ку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как известно,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редпринял очередную масштабную провокацию.现在角色互换变成俄罗斯指控乌克兰滥杀无辜，只是乌军选择攻占库斯科的苏甲镇背后可能有3个战略目的。首先，苏甲镇不是普通的目标，原来苏甲镇里面有一座天然气的中转站，俄罗斯天然气陆路出口到欧洲的唯一途径，掐断天然气的供应就是斩断欧洲对俄罗斯的依赖。About 50% of Russia's gas exports actually go through that pipeline, even through the Ukraine war right now. 第二个原因或许是声东击西战术，迫使俄军转头驰援，缓解前线的作战压力。It also means that they are willing.And able to take the fight to the Russians into Russian territory. And in some ways, it's a warning to Russia, but it's also a diversionary tactic trying to relieve pressure on their front in the Donbas region. 争取时间就是为了等待更多的西方武器、更多 F-16 战斗机交付给乌军。第三个原因可能就是政治考量，因为川普若是再次选上美国总统，可能马上会逼迫乌克兰和谈。That we see both sides trying to move quickly and establish superiority for those negotiations, but that's a far stretch at the moment here.
占领俄国本土当作谈判筹码，这是一步险棋，可能分散乌军稀缺的人力跟物力。不过同一时间还有另外一场突袭，趁着天色昏暗当掩护，乌军的两栖部队搭乘好几艘的快艇在南部赫尔松地区渡河抢滩，攻占沙洲。 A statement from Ukraine says special forces use speedboats to attack Tundra Spit, destroying Russian troops and equipment.Moscow, though, says the raid was repelled. 从乌军的兵力上来看，顶多只能算是骚扰，很难有决定性的突破。乌军现在要改变战术，但真正的意图为何，扑朔迷离。体育前这么道 ，TVBS 大运动家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殿堂，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 all in。